开动。现在呢，我要走上去 Henderson Wave， 想说爬爬山运动一下。戴着口罩爬有点喘。哎，满满的阶梯。到了 Henderson Waves， 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了桥的下面，是我等一下要找回去的路口。回家煮饭，晚安。今天晚上要煮虾仁蛋炒饭，然后我准备了三色豆、葱、虾仁、蛋跟蒜，那现在要来炒咯，我的虾仁炒饭，噠噠。天都还没有亮就要出门了，一开始就是一个很陡的上坡，来了来了。
来挑战了，还不出来有多麻烦。Let's do this。来看一下榴莲树。哦。到了，传说中的目的地，找了半天，哦吼，大草原。伪王美景点，我们的野生朋友们，哎，那个超小只，你有看到吗？毛都还没长齐，这些所谓的毛都还没长齐，毛都还没有长齐就出来混，一家子。塞哟娜娜，来哟！先来，因为什么我弄啊？嘿嘿，天啊！你这个我还没弄啊。哇，一个大池子，回家，拜拜。耶，团购的单卷到了。这个是综合的礼盒，然后花生跟芝麻蛋卷，还有一盒抹茶蛋卷，耶！想念的台湾味。